岛去找公园管理委员会，咱向别单位台北市地方戏剧协会，也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，伊拉来家里贵宾，北头区中心里赖里长陈斌、张里长以及里长夫人，来到北头汽车公园所在来观看观摩会宴，再介绍。咱五位评审老师，咱头一个姜武昌姜老师，咱第二个徐雅香徐老师，咱第三个就是黄耀慧黄老师，以及刘美芳刘老师，以及傅玉慧傅老师，咱五位评审老师。来到观摩会宴所在，来观看啊，为啥个是团？今日带来好戏文，再过来有几点重要的，要向大家观众朋友讲。第一，这出戏有特别交代，禁止直播录影以及录音，会当翕相。啊，过来，嘛有特别交代，咱粪扫不要落地，咱边有粪扫桶，但是看完咱观摩会宴，你搞咱粪扫。带你去现场，我替咱被粪扫党来带你去保持咱环境的整洁，以及有特别交代，汽车公所在禁止吸烟。哎，大家知影无？啊，知哦，知就好啦。来感谢吼，处咱台北市咱个文推广处，伊今日在做欢迎台北保安局、台北市地方警局协会以及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。初次来到台北咱北投区，咱汽车公观摩会宴，今天红霞集团头一场来带来好戏幕，咱夫妻情缘，要观大家观众朋友看，大家恁准备好未？快哦，有期待无？有吼，咱时间有限，咱请台下观众朋友，咱平信老师，请收看咱本团。红声歌剧团带来好一幕，夫妻情缘，多谢。